三个飞机啊，是清够起来无？无就死啊！来，是清收起来，飞机啊，这三个飞机啊，一条搁一条，搁一条未？搁一条，搁一条未？搁一条，这给过你啊，但我要介绍一种，就是，去买三盒，过来你买三个啊，鲍鱼啊，啊，做鲍鱼片啊，鲍鱼片啊。 好，你要收啥物啊？伊就啥物遐卖虾子啊，伊迄个啥物无伊啥卖虾子啊，虾子啊困了啊，加做顶啊。伊我迄个啥物要吃两百了？两个呀？四包啊，两百好啊，紧好啊。两个呀？四包两百，紧买买啊。过年过节哦，今仔蒙住啊。最后一个两百，买来无无啊？啊，这个最后一个。啊，无啊。 你有嘛落去？无，鲍鱼龙啊，准备起来，有嘛落去？我落去，我过先。鲍鱼到尾一下五百，清晰无？五百。啊，鲍鱼过年过节八五百，八五百。两个。鲍鱼够平，我有加差，一条五百，两条五百，三条四条五条，六条七条八条，九条十条，啊，多少讲要鲍鱼龙？好啊。一斤龙啊，三四啊，来五啊，六啊，七啊，八啊，九十，五百，有啊。 来，不要搞，什么不要什么？虾仁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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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虾仁
两百块要来无？来钱啊！两百块要来，要买哦。一只三斤尔。两百块坐下。来。你要偌济？两百。八三百，我只剩六件，两碗你啊，无啊。好啊，这样。万万坐哦。好无啊，去不？去扫啊。这饼干啊，来土豆车吧。虾仁卤味酥上面写三百，如果是上好吃啊，你要买？你要两百了呀？来两百了，虾仁卤味酥两百。 啊，这台哦，张弟，迄个应该也是见面货，一手十八啊，手到烧花，手到了，迄个一排只哦，你着调的啊，即个老客哦来买的，不过啦，这种虾啊嘛，这餐厅只要一包三啊五嘛，唔免三啊五，过年过节甲蒸蒸的落啊，只要搁送去，两个，迄个两阿弟十粒，两包，两百块尔，两个啊，哎呀，虾啊，可能蒸，这比虾啊更好吃，我袂甲你好笑，这比虾啊搁迄种老主顾好食搁来哦，真正，这你哪买，你啊几个？ 反正明天直接，你讲啥？两百个，要食虾仁卤味酥哦。对，真正好食，这袂甲骗啊！你个对老主顾买就对啊。两百个有咩来无？好钱个是啊，你先客，我等下客陪侬下面玩。等下准备一家陪侬下面玩一口，几个头前坐紧啊？来遮。啊啦，啥物代志？我是无钱坐个。来，进来啦。有啊，有事无？三个要分四分尔。分三个，收四分，啥物钱个？ 两百拢有啊，来收头前下包起个。来，头前下包怎么写？好听哦。上。呀，我头前下包敢好写？一百多台。啊？一百多台。是啥物事？一文包啦。一包。一文三百。你个三百我落去啊。来，谁啊？你是讲一文偌济啊？大大，你讲一文偌济啊？ 对哇，啊，这个这个我别看了，三百好啊，三百上面写多，我是该请教你，我别开无啊。来两个啊，你那边都。我准备好了。你这拖住下包有客钱无？有啊。咩来啊？拖住下包够，上面写无三百好啦。来两个啊。我唔敢讲伊话好食啊，买着你就爱来就对啦。这个送你啦，三百好就好啦，安尼啦，这对啊，三百好啊，比钓鱼下包啥上诶，等下先给钱，再给我一个，条数啊。来三个啊。条数啊，三百好。 用布料啊，紧啊，用布料啊，来啊，提起上面啊，用布料啊，这几只拢卖了，这拢卖了，这拢无饲的，这个有你啊，小爽啊，三百块买来无？这个不不多恁啊，提起上面鱼啊拢够好食，大，买一只啊？这个什么头前下巴你也买上，你来情况嘛？这真正把球骨带钱，你拢老客又来买，你买上什么？这比上面鱼啊都好食。
要试看卖无？我要试看。哦，试看好啦，试看。哈？我捞一个啊。白带试看拢起来，有就甲倒起啊，起来。白带试看。来，白带先卖，白带要食三百了，好啊。来者遐。白带要食三百，看怎要食，三百块。试看啊，我去找。我怎那无摸到试看呢？恁无出掉呀？啊，恁白只倒。来，迄个什么呀？白大汤要食三百了，加拢送你啊，三百。阿姐，三百再要食几？几多？白大，三百够要食无？三百够啊？来，三百够要来无？三百，真诶啊！三百够要来无？鸡块无炸着啊！大汉我甲你介绍，比鸡块好食，还是鸡脆大。三百有来啊？这嘛做好食，这不是讲我无炸鸡块讲这好食，不是安尼讲吼，这是咱大家嘛是拢袂做侪处理的，这叫骰子鸡，啊好食啦，我那煮的老客哦，直接骰子鸡，啊，这就是鸡块是安尼嘛，骰子鸡是圆的，啊这跟我物件同款的，都形状不一样啊，这一包鸡块鸡啊五啦，啊，鸡啊五加鸡啊五啊这，食看嘛，反正这食鸡块你唔食啊，试看嘛，这拢卖了做好诶，两百了，来两百块就好啊，一包鸡啊五，两包五百，两百了啊，歹食个鸡块袂去炸，鸡块烤起来哦。两百个买来无？迄个骰子气球有啊吗？来，谢谢，收。过来买啥？过来买啥？白个加起来，白个加起来，人家占咱起来无啊？这白拢咩啊？切酥鸡啊。人点的啊？白个上面写三百了啊。来三百了啊！我白的你免看，我就是四条啊。两个啊，三个啊。靠呀！我哈，三个有啊。有啊，明仔白炸龙筋好啊。来，落地吧。无阿边地啊，好啊，我睇。我只三啊，无。好啊，龙啊，我系白干咧，切干咧煮尔。一个三还是一个啦？龙虾白煮一条白。来，白个有人要食，只一斤我。来只。千五啊。四啊吧。来，落地过来。白的也买到啊，真正足甜的啊，啊，三百个要食白的哦，买啊，无啊，白个要食哦，收啊，台式盐水鸡你无？咱白吃白。啊，你要食烟熏卷无？烟熏卷今仔有来啊？哦，烟熏卷。你要来啊？无啦，我顶回买四包。哦，啊好食哦，烟熏卷好食哦。烟熏卷叫人家抢到小怕的，烟熏卷我无爱吃的啦，上面食椒盐鸡啦。一包你阿买这，我嘛一包一公斤，一包太济人过来学，都唔是我讲伊好食。一包四到十四五百块的物件，都唔免一瓶五的，才一箱尔，两百了。来两百块椒盐鸡卵骨，两百块怎么吃？两百块。来边啊！两百，咱要吃椒盐鸡卵骨，你吃一盖你就吊车哦。来两百了，拢有啊、哦。好，过来买啥物？牛肉啊。牛肉可以个。到龙江。牛肉啦。哎，迄个萝卜糕怎么吃？三百楼啊，有人要吃萝卜糕啊？萝卜糕有人要吃无？三百楼。这纯粹同个萝卜糕真正好吃啊，三百块。三百个有要吃萝卜糕的无？还是买百五吃看卖？啊，手表。来牛柳怎么吃？三百楼啊。牛柳上吊的三百块，这种菜楼啊，他蒜头肠啊，辣椒楼。他做半箱，现在你差一包，一包鱼啊，两包了五百，三包你啊，四包你啊，五包你啦，来，先给钱，给一包你啊，六包啊，六包啊，三百了啊，一包剩五十块尔，三百够要吃无？三个啊，一包啊，两包，三包啊，四包啊，来五包，六包啊，来三包尔啦，你好吃啊，你差的包拢信不信啊？一包两包啊，三包啊，四包啊，来五包，六包啊，三百了啊。来两包呢？一包三百，两包三百，三包四包，来五包六包，最后一个两百五啊！两百走。来，阿哥来买啥？对哦。过来买啥？过来检查哦，这到底要花包片？海瓜子肉给个。台有台台式盐酥鸡，要不要吃？来买吃三百了，好不好？一包鸡肉皮啊，我两包，五包，唔免五包，三百了，一包够哩。三包啊。七包啊，五包好啊。来，九零二三了，八包。你也贵。五包。一包、两包、三包、四包、五包，来五包。可以箱啊，可以箱啊。哎，剩一箱俩，你买一箱我十包了。来，这一箱二十四包的啦，还两千四的，你也买两千九的啊？这一包够买来无？副产品，听下讲。
哎，鱼翅哪会安尼？我做几多？钱还袂少哦，还袂少哦。海龟之前。几多咩啊？哎呀，卖鱼啊，干咩鱼？哦，我卖鱼啊，好好。三包最贵。你要五包，我交你啊。你吃鱼味，鱼味叫什么片啊？是蚵仔煎的对面啊？那什么蛤蟆？什么龙须鲨？鲈鱼的。鲈鱼的啦。过来要吃啥？鳕鱼啦。鳕鱼好了，鳕鱼来啊。鳕鱼蛮好吃的。阿叔。哎，你要玩啊？包好吃了，我紧来，吃了我紧卖卖哦。东蒙啦，这什么玩啊？你敢卖掉？来阿爸晚上要吃三个人，可以一百了，这种该包不？一百块块阿爸求。阿两个啊。一百了，对哦，一百一百。啊，这边这边啊。无啊无。诶，咁要包好啊？无啊，无啊，好啊。啊，无要包两包好啊。来啊，这里包百块，有人要吃无？五个三百五块。一百了。这内底有爱包卤肉，汤骨全部好食哦。一百块俩，一百块。一百块，有人要吃包百块嘛？一百块。可以了。一百块，有人要来无？有啊哈，来掏钱买一包。来吃。来蒜泥上面吃鳕鱼，鳕鱼要吃开五百了，五百块。没得啊！我抽着球最贴钱啊，一袋五百，两袋五百，三袋、四袋，你买袂得啊？五袋啊，三袋啊。猛吹猛吹猛吃啊！一袋、两袋、三袋啊、四袋啊，来五袋五百了。来，一袋五百，两袋五百，三袋五百，四袋五袋五百了。一袋、两袋啊，三袋而已啊，四袋、五袋、五百。三包哪要吃哇？两包哪要吃哇？吃袂了的人家。三百，三百呀，三百两百，一个亿，三百，两百，吃不了买两百，买三百，拢是买哈，三百两百够买啊，我见好啊，三百两。